机器人，泰坦机器人，洛布龙，牛头。是吧？软辅打比赛是不吃香的，软辅太那个了。主要是，这身皮肤活就动你知道吧，软辅它对线它不能失误，硬辅它可以失误2到3次，软辅失误一波，对线就结束了。现在软辅的数值确实太低了，那是实话。我是觉得软辅现在数值低得很。哎，坏了！那刀漏完了，我靠！走呗，没血了。哎，不管是什么，是活下去的渴望推动着人们。我必须重新汇集力量。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来。啊！心态爆了！哎，我在想心事了。我的。屏障好久啊，2.5秒。那个盾得消啊，不然那下 A 出去他死不了啊。哎，很烦，真挺烦的，这车漏的。没事，这把应该问题不大。要么打，要么跑。哎，还是不能想心事。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做事。喷气人玩的还真，这喷气人玩的不错啊。
上把应该是上把的锤石都玩的还挺不错的，但对面的 EZ 有点太简单了，对面 EZ 有点就怎么说，就是说手法没那么好，这技能吃的太简单了。EZ 他们的组合前面打我们还好吧 ，EZ 不怕机器人的呀，对线。 你是没 Q 吗？哎，我以为你要 Q 了。我的哥，我的哥。 利用他们的弱，不是啊，我觉得他要 Q 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真觉得他要 Q 了，所以我先手就要打 W 了。<笑> 野兽的话，你就是这么预判吗？ 世界一直在变化。出发，出发！虚空中第一。我那个 Q 真是，我那个 W 真是在想他带他预判了，你知道吗？
就蛮尴尬的呀，是吧？遗失的心跳，钢神，不对，钢子进行曲来了。 问题现在我还在吗？在吗，哥？他不说话。他不评价我吗？对，他突然不说话了。 交闪了就算了，交闪不杀，江湖规矩啊。啊，不 K 了，你吃吧。 大招吗？<笑>哎呦，有点没想到啊！竟然还有大招，主妹，万万没想到这一手。<笑>哎，他不回我，他不说话，好尴尬呀！他对我沉默了，无话可说。
想必是被我的操作给惊艳到了，只顾欣赏，然后没有时间干别的事情了，绝对是这样子的，好吧？我只能这么讲。两个被动，哎，青钢影那个被动也算把我打死了。好勾，我没大招，有大招的话，如果操作很难。这个破败嘛，破败挺好理解的吧。我没续航啊，当然出饮血剑也行吧，第三件借弓，第四件饮血剑也可以吧。是我感觉这把借弓可以慢一点，我想先出续航装，我没有带血统的。我带的气定神闲、攻速以及砍倒，没有带血统，所以没有续航是吗？哎，不想飞了，我觉得他死太多次，我不忍心下手。对，那个算了吧，算了，换个人揍吧，换这两个吧。他们一个1-9，一个3-8，有点不太好意思。扭一下，到我了。还死了，应该也结束了吧？好像还要打一波，有点装了吗？其实猪妹上单选出来也挺让人放心的，但现在猪妹单带打单人线没之前厉害。之前很厉害，现在应该还好。我靠，哪个 ADC 不喜欢自己的上单是一个功能型上单啊，能保护队友的，包喜欢的呀。这绝对是很喜欢上单是个功能型的，然后喜欢能保队友玩的。我靠，要被烫死了。被喷死的，喷了一下，加上火男的
火男这装备伤害这么高啊，这个版本火男确实挺厉害的，火男打野。再补一波吧，全盛时期，打波六神装冲了全盛时期。 还没掉呢。